北港高中品牌酒活动特别结合圣诞节扩大举办募款，邀请来自嘉义偏乡的教友伊，最近来感受学校的爱心和热情。啊，我们今天很难得有这个缘分哈，邀请到嘉惠嘉义院的这些院生们哈，那其实这是一个机缘。我们的学生很棒，他们自己去找到水上乡，然后来嘉惠嘉义院。我们这五六年来捐赠过很多的弱势团体。那我们的同学呢，看到嘉惠嘉义院，他看到最弱势的，所以我们这次活动呢，所有的款项我们都会捐赠给嘉惠嘉义院。高友仪应心难得来到北港高中参观以及嘉义爱心活动，也特别准备圣诞舞蹈表演，让现场充满温暖气氛。谢谢。这次选择嘉惠嘉义院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比较偏僻，加上他们知名度不高，然后现在他们又要重组建筑物，所以他们需要一些经费，透过大家协助，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活动，然后选择他们作为这次的募款对象。这个偏爱酒募款金也是专属要关乎家己这间偏乡弱势教友伊，期待温暖支持，应风应温。北港高中学生这份心意，也让教友伊令完真感动。北港高中的吴同学带领他们的慈惠社团，那来我们教育院，就是说发起这样的有意义的活动哈，让我们能够感受到社会还有其他学校这边的温暖哈。那也非常感谢吴同学他们所有，还有我们贵校的校长，所有的同学都有这么爱心的来帮我们，感谢大家，谢谢。我们都是以不影响上课为主，然后因为除了学习之外，我们因为仁慈比聪明还要重要，所以我们也要让大家知道说要如何去透过这样的活动去发挥自己的爱心，这样。北港高中品爱酒活动结合圣诞节，让学生自发性付出关怀，让社会这份希望温暖延续落去。受帮助弱势团体也得到关怀力量。相信北港高中这个圣诞节是过了特别有意义。记者李嘉山，长报道。